恋爱中听到过最暖心的话，就一两个月，姐养你。小峰，吃饭了，走。你咋来了？你大晚上在打游戏，你这么现在几点了？明天不上班了你？你能不能争口气啊？我不是来打游戏的。看这啥？这是。你跟我出来。大半夜跑来网吧打游戏是吧？你前两天咋答应我的？好好工作，好好赚钱。我真不是来打游戏的，小雨。你不来打游戏，大半夜跑网吧来睡觉啊？我就是来睡觉的。你真没救。小雨，我真是来睡觉的。你在家放床不是来网吧睡椅子，你骗谁呢？我没房子了，我房子退了。你说啥？我前两天房东催我交房租，然后我上个月的业绩也不是很好，我交完房租我就没有生活费了，我就把房子退了。我去酒店住的话也太贵了，在这里然后十几块钱就能住一晚，没事还挺暖和的。就是你没钱，你跟我说呀。你不也刚上班吗？我在刚上班，也不可能让你睡网吧呀。没事。你那行李的。我放我同事家了。你有啥问题你就跟我说，你找我呀。你吃饭了没有？我刚才吃了一桶泡面。我不带你去吃饭。好，那就先这样了。好嘞好嘞，拜拜。不是打电话了，这么开心？房东。干嘛？我把房子退了。你把房子退了干啥呀？那房太小了，就一个房间，我打算租一个两室一厅，明天你跟我一起去看，然后你就搬过来跟我一起住。那不行啊，多不合适。这有啥不合适的？这一两个月姐养你。我就不是那种吃软饭的人。小雨香吗？香啊。好吧。去哪儿？去网吧呀。你把网费交了不浪费了？那你再开一个不更浪费吗？我不开，我就在你旁边陪你。这一两个月得养你。